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日本的东山温泉。日本人称温泉为汤，所以说泡温泉也可以称之为泡汤。而温泉里含有的矿物质，透过泡汤与身体皮肤的接触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加速新陈代谢。在泡汤的过程中，可以刺激自律神经、内分泌系统跟免疫系统，所以泡汤也就是泡温泉，对身体的健康保养是有好处的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日本的东山温泉。东山温泉是位于日本福岛县会津若松市东山町汤本一带的温泉。这一带的温泉大约是在1300多年前被一个四处宣扬佛法的高僧所发现。这名高僧名为行基，传说他当初来到会津这一带宣扬佛法的时候，被一只有三只脚的八尺鸟所引导，发现了这个温泉。根据文献的记录，日本幕府时代的末期，有一个年轻的武装集团叫做新选组。当时新选组的副组长土方岁三，在跟新政府军作战的时候脚受了伤，为了疗伤，土方岁三跑到了东山温泉待了3个多月。所以泡温泉可以疗伤，也算是有历史名人的代言认证了。东山温泉的泉质属于清爽型的硫酸盐泉质，除了一般温泉具有的适应症状，它含有的硫酸盐成分对于切伤、烫伤、慢性皮肤病、动脉硬化、儿童的虚弱体质、女性手脚冰冷都颇有帮助。走进东山温泉的温泉街，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家的温泉饭店跟旅馆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这座木造旅馆——木开伊塔基向龙。向龙这家旅馆最早是在明治时期，当时的会津藩所指定的温泉保养所，当年被称之为狐狸温泉。Kitsune U 旅馆内保存着当年的狐狸温泉，使用温度在45度、100%的温泉泉源，完全不加任何自来水、井水，还有循环过滤。由于温泉的温度偏高，对于一般成人来说算是偏烫的天然温泉。诚心的良心建议，最好是短时间分段浸泡，并先从小脚开始，慢慢的泡，泡到膝盖。腰身、全身这样渐进式的浸泡。馆内还有另外一个温泉，叫做猴子的汤 （Saru no Yu）。猴子的汤温泉温度大约在42度，从内汤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，春天的樱花，冬天的白雪。另外，旅馆内还有3间的独立各式温泉，日文叫做卡西キリ。汉字写成带切，每一间的带切风旅，也就是独立的泡汤各式，只要没人，您都可以进去使用，记得把门锁上即可。也可以在订房时选定附有温泉的房间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向龙旅馆的东山温泉都很烫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向龙旅馆一直到了大正时代才逐渐有了现在的风貌。到了昭和初期，从东京起来了当时建筑技术高超的木匠职人。这些建筑职人运用高超的传统江户工匠技术，将这些断壁的斜坡巧妙地与温泉的溪流结合，变成旅馆内的日式庭园，
喜欢木造建筑的朋友，有机会可以来这边看一看。这座被日本政府认定为登陆有形文化财的历史建筑物，并且泡一下这里的温泉，放松一下你疲惫的身心。311大地震的关系，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对福岛的核灾充满了担心与疑虑。东山温泉位于福岛县，自然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根据福岛县官方网站所公布的县内辐射放射剂量观测报告，经过这十多年来，辐射放射剂量已经降至一般跟台北、纽约一样的正常范围。概要栏里有相关的连结，可以提供您规划行程前的参考。最后提醒您，泡日本的温泉是裸浴，请不要穿着泳衣泳裤下去泡温泉。更衣室还有浴场内也请不要大声喧哗。日本像东山温泉这样可以住宿的温泉地有2983个之多，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跟您介绍日本的温泉。最后祝您泡汤愉快，也请您给我们意见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，谢谢。